那个根呢，是家了。家的根本呢，是夫妇啊。在宗教里，特别是佛教，跟儒家对这个事情。 讲得很多，讲得很透彻。如果起心动念的时候，立刻就要想到，你背的是什么因果？我们一念无，叫整个社会、整个世界、一切众生。 遭难了！我一念善，能叫整个一切众生得福啊！社会的安危，众生的祸福。 都在我们起心动念之间，不是小事啊！十善业道经是佛法修学的根本法啊！现在人讲基本法，从初发心到无上道啊！ 妄语有意无意欺骗众生啊！妄是虚妄啊，不诚实啊。